作为中九龙历史悠久的高尚豪宅地段，何文田一向有不少名流贤达定居，加上升级效望令这区住宅物业更加抢手。其中何文田站上盖首个大型住宅项目如一，继首期推出萧晴次以后，乘胜推出一丝期，绝对是进驻何文田的大好机会。如一一丝期共有214伙，实用面积由423至1213平方尺，提供2房至4房单位，户型多元化。景观方面，无论是东九龙定西九龙的大都会胜景，都比如一浪阔。部分单位仲可以望到西九龙璀璨海景，尽显如一位处城中核心的优越地利。项目自设约95万平方尺的会所连园林空间，住户可以在这里尽情放松身心。话明是铁路上盖项目，乘搭如一专属升降机去到何文田站只需要约30秒，打风落雨出门口都不怕。如一还有双线优势，三站即到金钟、尖沙咀和柯士甸，轻松连接港九 CBD。讲起何文田，怎可以不提到这区的校网？何文田享34小学、九龙城中学校网，坐拥多间名校，附近亦有2间大专院校，为小朋友提供一条龙优质升学阶梯。如一邻近黄埔、红磡，可以找到不少特色食肆和民生商店，满足一切日常所需。无懈可击的交通网络，加上热门的优质校网，尽占优势的如一，绝对是迈向尊贵生活的不二之选。